接着关心体育消息，我国网球一哥卢彦勋在泰国网球公开赛闯进了八强赛。卢彦勋今天稍早在第二轮出战捷克好手罗索尔，手感依旧火热，一发赢球率接近八成，破发的成功率更是百分百，轻松的以6-3、6-2直落二晋级八强战，将要面对大会的头号种子，同样是来自捷克的波蒂奇。